跟着我这张照片是我放太久忘记的，绝对不是因为舍不得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知道你跟着女生的故事。这个女孩是我医学系的学妹，她从新生训练开始就很喜欢我。学长，我叫赵丽蓉，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哦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啊？她的喜欢是主动、积极又热情的那种。学长，咖啡给你。哦，谢谢。要记得喝哦。哦。好厉害啊！质感好大气。嗯，有很辣，超辣。然后他就慢慢的出现在我的每一天，参与我的每件事。你的啊，他的全心全意付出是很直接的。你在这啊？你进来。好，走。你好。原来你前女友是这样追你的，难怪你会对我的追求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阿喜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是独一无二，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。你是真的这么想吗？我是真心的，不然你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，我绝对老实跟你说。好，那你们是怎么分手的？那时候他想要跟我结婚，但我在实习啊，我没答应。结果他一气之下就去跟另外一个追他的学长结婚了。这么果决啊？嗯。哦，那他现在人呢？结婚后就没联络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状况。涛涛，你知道玻璃球理论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要讲的话你要牢牢记住了。嗯。你知道吗？人跟人的感情就像不同的球在彼此之间传递着。友情就像是塑胶球，亲情像是橡皮球，而爱情就像是玻璃球，只要一旦摔了就会出现裂痕，而且你再怎么样假装想看不到，那道裂痕就永远都在。涛涛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小心翼翼地呵护这颗玻璃球吗？我愿意，我非常确定。好，那现在开始你是我的男朋友了。谢谢你当我女朋友。真的是我看过意志力最强的女生哎，也是我看过最会喝酒的女生。多谢夸奖，但喝酒伤身，还是少喝点。嗯，
就像我姐只会跟我炫耀说她酒量多好哦。我酒量很好啊，我又没有喝醉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继续。小心小心！我不是说明天要上班不能喝醉。希望学生明天不会闻到他身上的酒味。哎，我有点好奇，就是你怎么会想要自愿帮我姐顾好？虽然我觉得顾得蛮好的。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啊，加上房子空久了嘛。说的也是。不过既然我姐现在回来了，你好像也没有想搬出去的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要赶你走的意思，只是我觉得你好像是故意想要留下来陪我姐。我这样觉得。因为我有一点过意不去。我能理解同情和爱屋及乌的心情，但你说的过意不去，我不太懂。总之，我希望陪着嘉丽姐，一直到她可以真正快乐为止。看一下，我还说没有，哇，还不早点拿出来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说没有，不敢了，你还说没有，原谅我，不好意思。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天使，那些都只是装着天使的恶魔，竟然欺骗我单纯又善良的心。班老师，你去过高山乙班了吗？我们送你上去，我们用最高规格护送你到教室。真的太容易轻易相信别人了，你这次真的大意了。爱的教育是对的，但是要看时机。对付学生呢，必须要恩威并施，糖果跟教鞭都不能少。现在他们根本还不把你当一回事，你的爱只会被他们当成是个屁。对，米老师说的有道理，我一定要恩威并施，不可以再坐以待毙。真第一，江湖有难需要求救。兄台，请说。谢谢鞋子。你自己穿可以吧？不会还要帮你穿鞋吧？你们俩的感情真的好好哦。看十几年就不觉得好了。穿错边了啦！那吴嘉丽就拜托你了。没问题。那个吴嘉丽她其实是遇到再难再苦的事情，她都不会把她脆弱的面表现出来。他所有情绪都习惯自己一个人承受，所以喝完酒的时候啊，需要一个人陪他。我这样讲，你应该懂吧？我懂，因为这点我跟嘉丽姐蛮像的。也是，毕竟再坚强的人都还是会脆弱一面。那我姐就真的麻烦你了。放心。要回家了吗？对。好的，小心。哎呀，走吧，小心。小心。心怡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姐拜托你了。回家小心哦。好。拜拜。好了啦，不用装了啦，还装什么睡啊？这都骗不到你啊。其实我没有装啊，我刚刚真的有点晕，站都站不稳。还演拜托你，明明就是那种睡了十分钟就可以满血复活的体质，还站都站不稳。毕竟你知道，我跟汪信又还不熟，
而且你们刚刚在我面前聊家里的私事，哎，装醉是最不尴尬的方法。嗯，确实，你还真的是始终如一耶，连这种小细节都要设身处地的替人家着想。嗯，因为我有一点过意不去。总之，我就是想要陪着佳丽姐，一直到她可以真正快乐为止。不过，为什么我觉得汪欣怡对佳丽，感觉上好像不只是感同身受啊，好像还带一点自责、愧疚。嗯，我好像猜到什么了。佳丽姐真的一直都用坚强伪装着自己，其实她的内心是很脆弱的。学长，我一定会好好守护着佳丽姐，陪她走出伤痛的。你汪欣怡会自责，是因为她私心希望大头人自首，没想到事情变得不可抗的悲剧。其实也不关汪欣怡的事情，只是她都觉得事情因她而起。不仅害死暗恋多年的学长，还害我姐失去心爱的人。所以她以前暗恋王浩南。哇，这关系有点复杂。不过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我以为已经过去了，但现在看起来她应该是没有过去了。不过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陷入自责。所以我刚刚才故意叫汪欣怡照顾伍佳丽，希望藉由跟我姐的相处，可以帮助他解开他自己的心结。其实我说要送你是一个借口啊。借口？嗯，因为我觉得佳丽姐她需要一些时间独处，我不想打扰她。原来真正故作坚强的是汪欣怡。嗯嗯。